前面两位都表达了这里面的差异哈，也是专制国家才会展现出这样一个流氓风格、流氓性格。那其实那第一时间呢，我感觉到那个画面呢，我就已经在 AUV 表达说，那是在长期集权专制之下特有的严父啊教训小孩的画面。那个民主国家，正常的民主国家，长期的这种熏陶之下，老爸对小孩也不会这样讲话，因为台湾是从威权走向民主的，所以马上可以感觉出来，习近平这种讲话就是长期的中国集权专制之下，他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或不对，因为他就是在国家就是皇权专制。没有改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儒学法家化的那一套上下尊卑关系的表达。那么这种表达呢，到了民主时代，没有政治领袖，纵然是对他的属下，也不会用这种方式讲话。所以在习近平眼中，他只愿意跟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平等交流，所有国家他都把它看小了，所以这一次他只是展现出来。第一个，他认为他是大国；第二个，更可怕的是不经意的展现出集权专制下长期的文化素养之下这种权威性人格的展现。所以我说，第一个我评价就是，这是不只是领导者的表达方式而已，而是一个权威性人格的充分展现，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不满意这个小土豆，也就是加拿大这个总理这样一个事情，是前因后果是说，因为他碰到他，然后他对谈的部分，在加拿大这种国家，那么总统府那边的设计，或者他总理那边的加拿大政府那边的设计，他一定马上要对加拿大人公布情况，他呢跟他谈的说，那个人权问题呀，贸易问题呀，那个乌克兰战争问题呀。但习近平他们认为说，这是我私底下跟你见面，你怎么这个事情公开表达出去呢？所以他碰到他对在一起的，要堵在一起的，就开始跟他讨论说，你这样讲不对啊。那黄立一部分有一句话没有，最重要没有讲出来。最后那个加拿大总理有表达说，对他们来讲，这是一种自由、开放、透明的社会必然要处理的。就是说，在民主国家，他们一个领袖见到中共这样一个统治者，他们两个所讲的内容，他们要用自由、开放、透明的方式自然展现出来。而这一段话，那个黄立没有黄立。就中共翻译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所以习近平也不知道那个特鲁多最后有讲这一句话，说他就很婉转的、很含蓄的讲说，对我们民主国家这是很正常的状况啊。这句话那个习近平没有接收到，所以第二件让我们会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习近平现在大权独揽之下，不仅是周围的人不会跟他讲实话。甚至于一些翻译也不会跟他讲完全的那种内容，这种对他决策模式产生很大的一个盲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中共统治者接收自由世界的这一部分，会被他旁边的佞臣所把他屏蔽掉，也会被他翻译把他截掉，他没有接收到人家给他的讯息。第三个，习近平这次在那边表现，这个他的外交从这 G20 到这 APEC 的外交，包括碰到泰国总理这些部分，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他这一次特地跟澳洲的总理降低敌意，因为澳洲他觉得有这个机会要跟习近平做一些利益的交换，所以他澳洲总理事实上这次他是降低他的自由民主的理念，他有些地方他
不坚持啊啊，包括他公开讲说，台湾没有资格加入 CPTPP，CPTPP， 他根本是啊故意剥夺台湾应该要用经济实体的身份去参加。就像 APEC 为什么台湾可以参加，为什么 CPTPP 他就要剥夺，说他故意要讲给习近平听的，他用这种方式去买习近平对他的好感，对澳洲的好感。那我们就要注意到了，今天习近平开始展一方面战狼外交，另一方面展现他什么下联外交。这个下联外交是什么？芬达自私。他知道欧盟的德国马上跑去见他，啊，他要分化欧盟。然后呢，在亚太这边，他要分化澳洲跟加拿大的角色，都要注意他们中共战狼外交之外，他还有就是用他强大的，既是市场又是工厂这个实力，要对自由民主世界做分化，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他给加拿大穿小鞋，但是呢，给澳洲来叩首，澳洲低声下气，他就说好，那他可能给他好处说，那你低声下气啊，那你用一个投名状，投名状就是公开讲说台湾啊没有资格加入 CPTPP。我想我们更要注意中共这种两面说法，中共这种战狼外交背后用他强大的既是市场又是工厂对西方国家自由民主世界的分化。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更严肃的议题，我谈的这三个角度。谢谢。非常特殊的机缘哈，我中午跟曹新成董事长见了面，我跟他讨论事情的时候，我说我期望他捐出1亿美金出来，要在台湾，训练黑熊战士，加上神射手这一部分，是当作台湾18班武艺，就是18套剧本应付中共、对付中共的最后一套了。结果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台湾现在正在选举。”如果台湾人民没有觉醒的话，那么也许如果中共对台动武，那是那一集才有可能觉醒。所以以曹董角度来讲，他根本不会去管中共刚讲出来短期这边不会对台动武，我也很赞成他的观点，认为台湾备战不能松懈。因为既然说短期暂时不会，那代表随时会嘛，所以备战不能松懈。第一个，第二个，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尽可能寻求不要发生战争。那如何寻求不要发生战争？以中共这种集权专制、武装到牙齿的这种邪恶政权，只有实力。只有美国展现强大的武力威吓，就像我们前面几期都有谈过的，美国公布了中共的飞弹基地，美国部署的最近打算要在澳洲部署这种军事设施，包括那个轰炸机，要让中共知道说美国也都准备好了，而且他美国随时他现在的国防战略报告已经公布了，他随时会应付中共的这种对和平的挑战。所以我期待美国的总统要更强硬一点，对于中共这种政权，你只有非常明确的告诉他，文明社会的唯一红线就是绝对不能动武。台湾没有对中共政权做任何挑衅。台湾到目前为止，蔡英文总统上任6年来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中华民国既有的主权，保障人权，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去挑衅中共霸权。如果中共还想对台动武的话，那就是危害不只是台湾的人权，也危害中国大陆沿海或者整个中国大陆人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违背文明的守则，那就是不应该轻易动用武力。所以我认为两岸的红线绝对不是中共所讲说非统一台湾不可，两岸唯一的红线应该是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动啊。我也不断强调中共说台独他就要打，问题是台湾本来就主权独立啊，谁有资格，哪怕不管谁当总统，他透过什么样的宪法规定可以宣布台湾独立？台湾既有要不要改国号，而改国号一定要经过台湾公民投票，这一次的18岁公民权都不竟然能够通过，何况要改国号谈何容易。所以中共将台独的定义从不接受他兼并啊，区内兼并的这种统一就叫台独啊，最广义的台独就是中华民国也要被他消灭叫做台独，狭义的台独是宣布台湾独立，或者说将国号改为台独。那台湾民进党政权到现在他根本没有去做这个事情，他也没有资格去宣布台湾独立，如果要改国号也要经过公民投票。所以我一直也认为啦，如果中共对台动武，那台湾人民的民意反而会累积出来，透过公民投票来改国号可能性才会存在。如果中共不对台动武，台湾根本不可能展现出来要去改国号这种民意。但如果中共想要对台动武，那么台湾可能人民如果要改国号，如果有人 提议要把国号要改，然后经过公投，那就有可能通过了。所以我们要让中共了解，他不应该将动武当作他最重要的一种诉求，也就是他不应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台湾当作他国家最高目标，那是违背世界文明潮流的。台湾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存在，我们现在法治还不彻底，还不够落实，我们在追寻这个落实，这个反而是带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人民的伟大的那个方向，也就是台湾实践宪政民主保障自由人权这一套东西，反而是提供给中国未来十几亿人民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拿东方的中华民族也有资格也有机会也有权利享有当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就是主权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权。所以中共本来就没有资格对台动武，中国人民合乎台湾这一套宪政民主跟自由民主都来不及了，怎么可以对台动武？所以我们应该共同出来跟中共集权专制政权说不可以啊，中国人民也要站出来说，中国人民不要被绑架说要对台动武是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根本是空想，不可能的事情。他对台动武只有造成台湾的伤害，造成中国大陆人民的伤害，造成中国大陆更大的一个悲剧。这个红线应该要讲出来，自由民主世界应该要非常清楚地跟中共讲，唯一的红线就是不能动武，不能再谋划说不能台独，然后台独他为了因为不能我们台独说要对台动武，那个红线根本乱画。所以就这次来讲，我觉得美国总统并没有借这个机会跟中共讲非常明确，唯一的红线就不能动武，这是我不断强调的啊，谢谢。现在我们台湾有四个团来自海外进来观选总共将近30个人那么他们进来以后呢只要做那种测试然后只要不是阳性的，他就进来马上就可以在外面活动。所以像盛学他们今天才到，我现在已经见到他们了，晚上马上要去吃饭所以台湾现在的防疫是有，虽然有7天的自主管理，那是说如果你有测试的结果，不是核酸测试只是一个COVID-19 的检验而已就自己就可以做的那种，你检验如果阳性你就休息一下，不要去感染别人嘛如果说你中了从国外进来只要是阴性你就可以随时参加任何活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台湾口罩的确 还在，并没有完全取消。他说，如果你运动啊，你可以不用戴啊，在室外你可以不用戴，但是坐火车、坐捷运、坐高铁啊，那在室内那就戴。比如说，包括造势活动啊，很多人很多的时候就鼓励说，大家还是戴口罩，但是也不至于说没有戴口罩就重罚到像刚开始那个那么严厉啊。那我最喜欢强调我说哈。第一个哈，台湾跟中国大陆还是展现出了集权专制跟自由民主社会对防疫的差异啊。台湾防疫很不错，但是我们我们以最小牺牲那个自由人权的代价来达成的，就是说我们以最小限制人民的自由来达成防疫的成效。好，那现在也是走跟欧美一样的所谓的与病毒共存，我们比较晚。采取，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在戴口罩。我们现在一天还有10000多例，我们还是比欧美比较稍微晚一点开放，但是我们目标还是跟欧美一样，所以过一阵子可能连口罩就不会要求一定要戴。但是呢，我第二个我要强调就是说，戴口罩它是最小的代价啊，戴口罩就像我们骑机车要戴安全帽，那个开车要系安全带一样。戴口罩甚至不只是可以避免 COVID-19， 避免所谓武汉肺炎中共病毒，而且它可以有效的防止非常多的病毒，包括现在流感。所以当我们戴口罩以后，台湾很多的病毒反而大量减少了。所以我不是非常反对戴口罩，包括我自己，如果政府解除戴口罩，我们家人必要说我们随时还是会戴口罩，因为戴口罩对我们来讲不会伤害很大。所以有些人用这种自由事情说，不能戴口罩，就游行是不能戴口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戴口罩本身并没有危害自由到太严重，但是我们台湾有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敢要求所有人都一定要打疫苗，因为打疫苗副作用每一个人要自己承担，有些人他体质不好啊，或者是老年或者这样，所以他政府不敢去要求每个人会打疫苗不可，但是我们要求每个人戴口罩，就像我们要求每一个人戴上安全帽、系上安全带一样。那么这种口罩的部分，难免就会让人看到说，哎，他们为什么还戴了口罩？那么现在海外来观选的，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受到影响，他们戴了口罩。更我昨天夏炳教授一来，我又带他去参加活动啊，他也戴了口罩。但是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吃饭啦、啊，说吃饭总不可能戴了口罩啊。哦，这是第二个我要强调。第三个，因为本来是自由民主跟基层专制的对比，就台湾的防疫。很成功啊，成功原因就是以最小妨碍人民自由作为代价，那是最公认的。包括我们252天曾经零感染，那么这些防疫的成果，包括现在的致死率，全台湾还是全世界排名第4名的啊。美国死的很多人啊，台湾目前为止那个死亡率啊，或者超额死亡率啊，在全世界都前几名。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民主的选举。因为反对党找不到太多执政党的弊病，然后就不断的用这个疫情去攻击。那因为疫情总是有人死亡，所以陈时中不断的强调说，他也希望照顾到所有人，所以他要道歉说实在是没办法，因为他最高目标希望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疫情死掉，但是我们知道这不可能达成。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反对党的攻击，这是让我选举过程中我最受不了，就在这里。明明是国际公认的防疫模范。明明是因为台湾防疫非常好，所以自由之家将台湾的这个全球在防疫期间，很多国家都因为防疫原因倒退自由倒退的，台湾反而是进步的，台湾反而没有受到影响。然后经济学人因为台湾防疫非常好，将台湾把它提升为全球民主表现第8名，第八名里面有一项是第一名的，跟第一名是同分的，那就是政府的功能、政府的表现、政府的功能。明明国际公认台湾防疫这么好啊，因为选举而攻击说你执政党防疫做不好啊。如果就这些人讲的话，我现在就觉得说啊，民主的公民素养真的有待提升，所以我们等待这次选举结果啊。这个部分让我也是这一次我作为一个学者啊，我是一个观察的一个学者，这一次让我最受不了就是防疫明明这么好啊，被乱攻击，什么抹财害命啊，什么什么什么话都讲得出来。这是让我们重新反思民主的竞争是不是还要有道德底线，民主的竞争最后是不是还是公民素养要提升，否则
没有是非了嘛。那这一部分呢，我们还好啦，反正民主政治哈、啊，不会是有一次选举就结束了。你如果有选举上出的状况，只会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感。就算2018选出韩国瑜，两年以后就把他罢免啊，罢免票数比当选的票数还高了。这是我们对民主的，就民主可能会犯错，但民主的机制它也会自我改善。所以虽然有时候我会感慨很深，说哎呀，民主会需要到这种没有是非地步吗？但是我又讲回来，你也只能用民主来改善了、啊，就是民主发生了弊病，你也只能用民主机制来改善。因为这一点，无论如何，我还是信任台湾的自由民主还是比中共集权说好太多太多了啦。中共那个部分，刚才两位所批判的那一部分，我就连谈都不想谈了，那根本荒谬到极点了。啊，也展现出来，让全世界看到谁愿意生活在那个环境之下，谁愿意接受中共一国两制统一。好，谢谢。